然后按进去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进去哪里？先选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摇杆往左移两下。把我的摇杆往左移两下。这是右。灭啦，左右不分啦、啊、你等一下遇到对手，一开始应该也会算强的，因为他这个账号好像也有打过。哦，嗯。嗨。好，跳出。友谊赛嘞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跟人家没什么好友谊的。你先按一下重手。重手。好，中手。中手。好，前重手。好，这样吗？我们目前已经会了90%的招式。确、欸、定？进、啊、去，进去，进去！跟他打，跟他打。Tap。一开始先按一个中手。中手，中手，按、啊、我要重进吗？直接打15000，真的假的、啊？15000是很屌的吗？比你屌，比你屌，你零分。OK，OK、欸。Okay, okay。先按一个中手。中手，拎你啊嘞，拎你啊嘞。哎，冷静，冷静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好，对，好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好好好，防御，防御，怎么挡？怎么防御？按后就是防御，好，按后，他、啊、有防御住了，你已经学会防御了。哦 ，OK， 防守战士根本打不过来，你有没有看到你一滴血都没有扣？哼，笑死，我直接一只手单手让他。好好好，然后你现在往前走一点，往前走，防御，防御，哇，操嘞，他气功掉出来就给我防御呀、啊！防御！天哪，先防住这个气功 啊！好好好，防住了，防住了。往前。好，再往前，防御。好，往前。往前。防御。先防御，好。啊！我操！去你他妈的！等一下，先不要急，先不要急，先练习，先从防御开始，真的。好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想打架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手想伸出去。好，你先按下必杀技钮，那按住了那一颗，然后加拳头看看。加拳头，拳头是哪一颗？啊，对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你老师嘞，挥他了。已经阿妈嘞，不要这样。好，吐火，吐火，吐火。对你这个火怎么用的？必杀技。好，就这个必杀技，你等下开场直接吐火，真的。好好跟我打平手啊！没有啦，他血量赢你。玩快打这么久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角色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，只有你技术够不够强。这让我想到了我的英雄收藏，每一位英雄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在这游戏中，不论你抽到是哪一只英雄，它都会变成帮助你成长的力量。如果它是一只能力很好的角色，你可以升级并马上使用它。那如果它不是那么强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其他英雄升级的部分。绝对不会白白浪费。说那么多，不如我马上来召唤给你们看。先来试试看这个蓝色的古老碎片。哇，我们直接抽到四只紫色的死之英雄，哎，我还以为比较基础的卡池可能会很难抽，看起来爆率还不错啊。可惜我的欧洲之力刚刚是不是都才用完了、啊？没关系，等一下可以拿他们来升级刚刚的死之英雄。金色的看起来就很赞，而且你还可以选择两只英雄提高他们的几率。我们选一只金色跟一只紫色好了，还抽。哎，这个动画很帅，有感觉喽，来喽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加木兰。传说被人抓到偷看主家的女儿，眼睛被挖掉，看起来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男人。话说，玩家就是一款游戏的核心，对吧？所以突击暗影传说就是要来回馈给玩家们。这一次举办社区周活动，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传奇英雄艾德琳。他是一位顶尖的支援英雄，可以让敌人进入睡眠状态，无法发动攻击。只要从今天到7月8号连续登录14天，就可以获得，而且还有14天的专属奖励要送给各位，其中还包括艾莲娜的完整。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资讯栏连结下载，感受社区的力量吧！或是扫描我图上的 QR， 就可以获得超级疯狂又特别的奖励。官方大手笔送出新玩家入门套装，包含一位史诗英雄佩瑞，他拥有一系列强力的简易技能，不论面对什么样的战斗都可以良好的发挥。只要达到25等，还可以获得额外送的入门套装，包含史诗英雄德拉斯教，他可以说是全游戏最强的支援型英雄之一。这些英雄都只有在透过我的连结或是 QR 下载才有。如果你直接去商店下载，或是点其他连结，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些礼包哦。赶快来突击暗影传说，跟我一起玩。搜寻 ID UZI Songbird 加入好友，也别忘了加入我的公会兽人帝国。点击连结或是扫描 QR code 下载，一起在战场上成为传奇。吐火，吐火，吐火！对，吐吐吐，继续吐。不会飞出去的火，不是这种火啦。我知道了，吐。好，涂，再涂，涂、哦，好，涂，涂，哦，不要不要，没关系，涂，涂，挡，涂，
吐吐回来，我好我在吐了，我吐我吐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怕，他这样子之后，他已经很紧张了，真的。他很紧张吗？对对对对，你更紧张，你先挡一下，然后吐火挡，吐火挡，对对，吐火挡，吐吐吐挡吐吐吐，为什么你的火有时候会飞不出去啊？因为有时候就跟打火机一样，你能理解吗？我不能，你先吐好，吐好，好，先从这样开始。哎呀，等我一下，吐、哦、都没打到他。OK,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先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你先从吐火跟挡开始就 好。我们一步一步来， okay、前面输没关系，我今天一定有办法带你赢，真的。OK, 等一下。好，哎呀，你先从那个火一定可以吐出去，什么打火机算了，我不知道，你先吐，不是打火机的那种火。好。好，再涂涂，好，再涂。这不需要什么气吧？不用不用，这完全不耗资源，一直涂就对了。这个很火很强，那你再涂一个从天上飞下来的火，有没有？你刚有涂过的，不是，这个是往地上涂的火。我没有，欸、我告诉你，我们前面要先把招式取名字。好，好好好。那飞出去的火就是你一开始那个上面的火，就是这个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大火就是你刚吐的那个，要再战吗？哎、欸，看你啊，你可以先从基本的开始。他不想跟你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你刚刚直接进步会超越他，他会丢脸，所以他直接逃了。啊哈！因为他发现你第一把什么都不会，第二把已经会吐火了，吐火。啊，蹲下按下吐火，看看是什么。蹲下吐火。好，这个没用，不要不出来，不要这招，这招直接忘掉，直接忘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，我错，忘掉，忘掉。好好好，原地吐火，下滑，下滑，好，下滑，然后下滑，吐火下滑，吐火下滑，好，吐火下滑，那个手伸长，手伸长，哦，手伸长，手伸长，不要学太多，你真的你要记得快打，就是千万前面不要学太多东西。OK， 对，我刚刚害了你多了一个原地那个吐火，你一定要记得忘记，一开始先按一个重手，我好丑哦。没有，你很帅，你打崩他，他你就很帅了。哦，打中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防御防御。第二，上面第二颗钮按。第二颗钮。对，按给他死。好，重手重手。再继续按吗？不能按了，重手。好。手。按。我被打了。第二颗钮按他。第二颗钮。红精灵对，喂，先别急，下滑。为什么？不是就是要下滑吗？没，你刚刚那样子已经很好了，刚才那样子已经打得很好。Uh-huh. 你现在打一万多的人，刚完打一万多，你打半条嘞。你先别急着下滑，你不要再滑，他躺在地板上啊！你冷静一点，你看一下一幕。好，下滑。再讲一次。下滑，下滑。好，滑他，滑他，好，滑他，好，第二颗钮按，必杀技，来不及了，这边被撞了，哇操，有喽，咚咚咚咚咚，你，哦，啾啾啾，好，重手重手，不要忘记那个火焰，忘记，你看你一出火就被打了，那个火焰很危险，不要再用这个火焰了，完了，我把他害死了。好，对对对，对了对了，好，别急，好，很好，等一下，冷静，不是啊，冷静，好，偷看他一下再滑，按他，哎、欸，他不动哎、欸，直接扁他了，他不动就按他哦，嗯，就长手人不要再用打火机啦，为什么叫你不要用的，你一直用啊，哎、欸欸，这个你这个重手是怎么按的？哪个重手？你刚刚那个对空重手。你再试按一下，反正这个人也不太会。好。好，你按一下，应该是后重手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按一下后重手吗？后重手。好，你记得一件事，只要对方跳，你就按这个。哦，可是要有点斜向。对对对，没办法，只要对方跳，你就按那个。好，滑他，滑他，没关系，滑他。我怎么感觉可以把他滑死啊？按一下中手，中手，这
看起来是手吗？这是手啊，这是中哎、欸，中手是什么啊？中手是青的意思吗？不是不是，第二颗第二颗中心下面第二颗站着站着按按哦，要站着按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按对按按，他只要要靠近你就一按这个，对，好按。好，准备对空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他？你按两下他会跳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按完两下就要准备对空了。对空就是刚刚的后重手。哎、欸，吐火也可以。好，吐吐吐。后重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你人生第一场胜利。第一场啊！哦，我骑大象哦。来，我要哎、欸，我要再战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按啊？我要他不跟我玩嘞、欸。对啊，因为你太强了，他打不了。哦、oh.